弄肉丸。双菜刀，有种感觉，做那个潮州的那个哒哒哒哒哒哒哒那个赖料，赖料，赖尿流丸。赖尿牛丸，嗯，你再来一遍。赖尿流。牛奶赖尿牛丸，牛奶赖尿牛牛，牛奶赖尿，牛奶赖尿牛丸，赖赖赖，牛奶赖尿牛丸，对，你要跟他说一遍啊，牛奶赖尿牛丸，我们的本事是在于每个都能说错，哼。朋友们，良辰已到，我们去把帐篷搭起来吧。好，终于有活干了。走，从这儿开始往那边一线吧，好不好？好的。来都来了。行嘞。这个是防潮垫，这好像那个双节棍。快试用四节棍。妹妹，刚清除了几个药。又想出了几个魔，嘿嘿，魑魅魍。哒哒哒哒哒哒哒，这不是金箍棒吗？哎呦，这个风！啊，没事吧？没事。海风太大。我感到它要飞呀、啊。没事，不会飞的。好了，我说过他要飞起来的感觉，真。何老师，我有种预感，这个撑不起来啊，要飞走。不会的。OK， 嗯，好，来，把门朝着海。好。好。完全没问题，我这很稳，稳如泰山。非常稳，我这边也。我觉得要起来还会飞。绝对不会的啦。好，何老师可以，没问题。好。OK。我们负责弄后面的，然后你们负责在里面放一个防潮垫。是这个吗？对，是它。要充气。好，我们来装下面的。